所有美好如期而至，所有荣誉汇聚成立。威卫国际领袖表扬大会重返高雄巨蛋，我们热血奔赴，只为成就今夜辉煌。我们化零为整，引领团队航向高峰，荣誉领队义无反顾，乘势而上，借荣耀之环之力，成为彼此的光。2023年6月24日，第二季领袖表扬大会，高雄之约，荣誉启航。